你唔知有捌参加着参与着短宣的时间啊是无？但是我相信你的在世的记忆是真正剧烈，吼、哦，可能恁着行真远的路，着爬山，着过河，可能着困伫外口，着经过土坡的路，可能你个捌破病，吼、哦，盲肠加，有经历着真多吼，哦，食着真多特别的食物，唔捌食着食物，哦，着真啊唔捌听着的话句，唔单单呢，可能你着个亚家己的。在压土吼，通去做你应该着做诶代志，个用在树叶来切。但是经过在真侪艰苦诶时阵，当你看到在人诶需要，唔单单因诶经济需要，看到因属灵诶需要，然后你底下将主诶福音传互因诶时阵，我相信迄个满足感。你感觉讲哇，为着安尼来感恩，特别你当你将迄个糖啊分予一个细汉囡仔，佮将煮的听分享予伊的时阵，你看到伊的伊所学到的，你看到伊得到煮的时阵，我相信伫迄个感伫迄个时阵，迄、那个成就感就充满着咱的心。但是无论迄个短宣偌好，到一个点钟，咱也是都倒去。好，等你倒去的时阵，虽然你感觉到有迄个真剧烈，感觉到主的平安、主的喜乐在你的心，但是等你挖起到你的平常的生活的时阵，慢慢啊，这个感觉就无去了。等你咧做你平时的工作，你就感觉讲，哎呀，我爱做工作哦，可能无啥意义咧，无啥价值的。我爱咱来了解哦，其实做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着亲像这个。大宣道的时间，意思是讲，咱规世人哦，是一个短宣哈，规世人是一个亲像短宣的经历。咱逐日醒的时阵，咱都来了解，今仔日我通为主来做什么呢？今仔日我要怎啊将主的福音带予其他的人呢？那安尼，咱活着的生命就真正剧烈，咱活着的生命就真有价值。好，看咱这个 adventure， 这个冒险的过程，因为咱的生命真正为主来活，安尼咱就经历着主爱咱活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所以今仔日咩来想哦？敢有人啊，真实安尼款的活法吗？敢有人真实有法当中安尼款的生活该活出来吗？咱只是透讲道吼，个信息叫做一心一意完全的献上。咱就讲到上帝的听，咱就怎啊听咱的主，就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咱的主。咱个学习着讲，咱就会晓得听其他的人，就是逐个人逐个时阵，无论是啥啊，咱就学习着听。可能咱会想到一个问题哦，咱讲敢有人真实安尼款的活法吗？敢有人真实有法通安尼真心真性真意真啊听主，搁听别的人亲像家己吗？安尼敢毋是也过头？今仔日我来接着几六个真实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所以故事哦，有诶是出名的人吼，以前的人你捌听着；有诶可能是现在的人，是你认捌的。有的是已经早早离开了咱吼，到主下去；有阵啊是也搁活咧，也搁咧为主来活。无论如何，跩人拢有上一项上款的物件，就是因一地拢有这个心爱完全为主来活的心，因是为着听主听人所活出。的生命，当然，跩人唔是完全的哦。你若问伊讲，无，阮唔是完全的哦。伊嘛是真侪惊吓，伊嘛是经历着真侪挣扎，伊嘛是感觉家己无资格要来为主做跩工作。但是重要的唔是完全哦，重要的唔是完全，重要是因有顺服。上款唔是讲等咱完全咯，咱照常为主做工，乃是咱愿意顺服。啊是无，因为迄个目标唔是完全吼，目标是咱顺服，咱愿意安尼来行嘛。咱咧讲出来故事的时阵，嗰一项哦，是我咱来了解因的名吼，因真正名，咱会该讲出来。目的唔是要炫耀因，咱将跩名提出来原因是，通互咱知影，跩是真实的故事，吼，唔是我好出来，唔是我骗的，跩人是真实。真正因活出因的经历，然后唔是要荣耀因，目的是要荣耀咱的天父，哈！因为跩人因安尼款的活法，安尼款的做法，因的目的是要荣耀主。George Mueller，
反正咱真侪人捌听着 George Mueller 的故事，伊出世伫 Prussia 是1805年，伊伫当时伊伫大学咧读册时阵，伊正做一个基督徒，伊未正做基督徒以前哦，伊有真侪故事，伊是跋筊，伊是啉酒啊，好啉酒的人，伊阁有真侪跩无好听的故事个。但是当伊伫大学信主的时阵，伊的生活就完全会改变。伊读大学了后，伊甲伊的妻子也是一个英国人，因就决定要挖去英国，因徛伫 Bristol 的所在。伫英国 Bristol 的所在，因看到伫当一个城市内面有真侪的孤儿，因无食物通食，常常是破病，然后真侪是无人咧照顾，真侪伫真早起时阵就会失去因的生命。所以 George Mueller 甲伊的牵手就决定讲，因要开一个孤儿院，通免费的，互遮孤儿有地通徛，有物件通食。然后因阁决定讲，因要创这个孤儿院哦，因要完全靠信心，意思是因无要甲人讲因的需要，因有欠命啥，因就是要完全的信靠上帝，因要用基督来完成这个工作。当然真侪人怀疑哦，讲敢有法，恁敢有法通安尼行？所以当 George Mueller 甲伊开牵手咧做这个事工的时阵，因有两个目的吼，头一个当然是帮助跩孤儿，但是第二个目的是因爱互人看，讲安尼完全凭信心靠主的工作是有可能达到的。照 George Mueller 伊的记录吼，因所有的需要，拢将上帝拢供给。唔单单安尼，到到 George Mueller 伫1898年过身的时阵，一共有一万个孤儿，加着因所建立的这五间孤儿院，得到帮助，得到因有这个将来，因底下得到真大的疼。所以伫因一生内面哦，有150万英镑经过了 George Mueller 的手，遮钱是对上帝下来的，完完全全因就去帮助遮双向人。伫伊死的时阵哦，这个英国的报纸伊安尼写哦，关于 George Mueller， 伊讲伊就话 rob the cruel streets of thousands of victims， the jails of thousands of felons， and the poor houses of thousands of helpless waves。意思就是讲 ，George Mueller 的工作，因为伊所做，就将真侪遮双向人对路顶给救起来，对家格救出遮真侪家患，然后对遮路顶救着真侪遮流浪的家己，拢是因为伊的工作。Diane Lim Chetri，Diane 是出世伫一个真正传统辉华的家庭里面，所以从细汉哦，大项物件拢安排好势，甚至大项物件已经为伊预定了咯。伊的工作吼，伊大学是读室内设计师 （interior design）， 所以伊从早就有这个愿望吼，甲真侪人相款。伊的愿望是五万有一个伊家己的所在，啊，一个固定家己通徛一个伊家己拥有的所在。但是伫伊的心内，伊也是有这个感觉。讲上帝是在呼召伊去做宣教士，所以伫2003年的时阵，当时上帝呼召的时阵，伊就凭信心答出来。虽然伊唔知前途是咩款，虽然伊未拥有家己的所在，但是伊愿意辛苦。当时有一段的经文帮助伊，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57到58节。因行路的时阵，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往倒落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讲：“何你有动，天顶的鸟有兽，只是人子无有枕头的所在。”所以你想看卖哦，作为大安的爸爸，伊就偌辛苦上帝，通用阮伊的查某囝单身的去到尼泊尔的所在去做女宣教士，唔单呢，罗马国用阮伊的查某囝嫁予一位传道人。嗰是一个尼泊尔的传道人，名叫 John Chetri， 然后因上时就去印度第一无钱的所在去做宣教士。哈，当时因的囡仔佫真正细汉，伊的爸爸却容允伊去。第二，伊家己本身需要放弃甚物呢？为着伊听上帝的听，伊愿意放弃伊听伊家庭的听。
甚至放弃因家庭的啊，伊通做家庭的生理，放弃了伊我通照顾因爸母的这个机会，伊就愿意去这个新婚的所在，底下将主的福音传给因。虽然真正艰苦，但是戴安伊家己讲，伊完全无后悔。伫伊的见证内面，伊讲咱只有一个生命，咱应该着将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献给主，完成伊的使命，来听主听人。伊真爱一句话哦 ，C.T. Studd 所讲的，伊讲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就是咱只有一个生命，咱应该着为主来活，因为这个生命真紧就会过去，只那为主所做，才有影响的价值。Amber 姚家信，甲真侪少年家啊，少年的小女同款。Amber 哦，伊真爱，伊也是有做这个 debut 啊，能够做介绍新人，就是 debut 十八岁做的大生日。伊嘛是常常高讲，伊爱穿真水的衫，甲伊的朋友庆祝伊十八岁的生日。但是伊的爸母唔忙讲 Amber 吼，所得到的是更加多、更加大，所以爸母就做推伊几多。有一日，伊我去到伊的家乡，伫达罗班的所在，伫车顶面的时阵，车咧行的时阵，伊忽然间有一个感动，讲伊爱伫伊十八岁生日的时阵。爱有为主来建立这个图书馆，哈，就是一个双向的无钱的这个公立的学堂，哈 ，public school 里面开这个图书馆，也计伊要爱有一个大宴会，这个大 party。想到要做安尼，甲真实该行出来是两项的代志，个，咱想想嘛是有真多的感动，但是咱有真正该行出来。Amber 伊有一位阿姐哈，拄拄好是。当地的副市长就帮助伊去接到一个学堂，欠英图书馆的学堂，所以 Amber 就去找伊的朋友、伊的同学去捡真侪册。Amber 的爸母也是出力吼去找伊的朋友啊，看有人爱捐，通捐些建筑的材料、的物件，通来建筑这个图书馆。到最后哦 ，Amber 伊唔单单有建立一间图书馆。一共有建立了两间，用跩材料甲伫图书馆内面的册，吼，到最后去研究哦，跩册甲这个建筑诶图书馆所用的物件，比因的厝内更加水，比因厝内的册更加好。伫开幕典礼的时阵 ，Amber 看到跩虽然人啊，穿着普通的 T-shirt， 普通的短裤。来唱歌给伊听，吼，唔是伊个穿真水个 gown、真水个衫个朋友，乃是跩细汉人啊。伊个鸡卵糕唔是六丁个真水个鸡卵糕，乃是一个真简单吼，对厝内创个学堂，迄间学堂创予伊个鸡卵糕。然后伊也是有人送伊十八蕊玫瑰花，但是唔是穿西装吼，真人头个跩男个朋友带这个。玫瑰花给伊，乃是虽然人啊带十八蕊的玫瑰花给伊，但是讲当伊看到跩人啊咧读跩图书馆内面的册，当伊看到因面顶的喜乐，伊就了解到这个价值。看到讲伊所做的，我当帮助跩虽然人啊有前途，帮助跩虽然人啊有机会通得到跩真好的知识。因为安尼，伊就了解讲，当咱话靠上帝的时阵，上帝要给咱的是最好的。伊安尼讲哦，伊讲上帝给我的是最好的，也过我所想的。当我将我的信心完全话靠伊的时阵，上帝给我这个生日的庆祝，也过我本来所爱的。Jim and Elizabeth Elliot， 伫真细汉的时阵哦 ，Jim Elliot 的心内面。就有这个宣道的恩望在他的心里，他爱将福音带到跩不捌听到福音的人的心上。他在大学在1948年，他拄到他的女朋友 Elizabeth Howard， 因无偌久就牵手，因为因两个拢真相听，唔单单呢，因两位拢有这个宣道的心，因两个感觉到上帝的呼召，爱因去将福音传给
伫 Ecuador 内面哦，一挂山啊，伫徛伫山顶的人，搁在后架，在后架的人，问题是后架徛伫树拿内面哦，无人真正确定知影因徛的地点是伫倒落，所以用了真侪时间，用真侪的力去测，到最后有测到，所以应该是因所徛在后架上因徛的所在。在1956年正月八号，金艾略甲伊四个朋友就坐了水灯的飞机，将福音要传予遮奥加斯的人。因的飞机趴伫这个 Curari River 的这个边头，有拄多有一啊，有这个有这个海边啊，这个河边的所在，我通趴飞机的，因就趴伫遐。迄个是一个拜日。迄日当因爬落去，军伫奥加所徛起的所在，迄早起，吉米勒甲伊四个朋友，互遮本地的徊奥加的人用箭来射死。因为安尼，两年后 ，Elizabeth 哈、啊，就是吉米勒的看守 Elizabeth Elliot， 甲因的囡仔三岁的囡仔名叫 Valerie， 因挖起到这个奥加的所在。将福音传予在奥克斯，因愿意将福音带到在拍死伊丈夫的人的身上，爱将主的福音、主的真理来传予因。因为安尼 ，Jim and Elizabeth Elliot 因的故事哦，到今日有缘和真侪人得到感动，和真侪人因为因的故事，愿意将福音给传开，愿意去做宣教士。因为 Jim and Elizabeth Elliot 因所做，所以因所写的字更加大的力量，更加大的影响力。Jim Elliot 就是伊讲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这个人等于将伊无通失，将伊有法通失去的物件去换迄款永远未失去的。迄个人唔是戆人啊，唔是戆人，因为伊用伊无法通换掉的。去换迄个伊无法通失去的，迄个是最第好的。Elizabeth Elliot 也是讲哦，伊讲当咱真正完全的军队时阵，当咱爱顺服，甲我所爱的那无三只青的时，我就问我家己，我有听上帝吗？所以伊有这个愿望哦，就是伊爱一生真正活出的，就算是冒险的为主来活，将伊所有的力量，将伊所有的一切。完全的投入合租。Elizabeth Elliot 在2015年嫁信噶，但是未嫁信以前，伊写了真侪本册，到今仔日有缘帮衬着真侪人愿意来跟地主。Jennifer Ang 伊有一个工作哦，是真侪人一个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叫做 dream job。因为伊有机会哈，通伫这个国际公司 （multinational company） 来做高级的管理人员，但是当伊伫 Unilever 咧做工的时阵，当这个 senior assistant manager 的这个职份底下啊，问看伊要爱接受还是无？第一个点钟，伊体会到上帝咧感动伊哦，感动伊就放弃这个工作。当然，伊有真大的挣扎，伊有真大真侪疑问。伊到最后，伊信靠上帝，伊就放下了这个工作。在2011年的5月11号，伊就辞职。伊辞职了后，伊将这个工作伊换什么款的工作呢？伊换了一个什么款的工作？伊所换的是换了做一个先生的工作，去到咱的新生加音学校底下来做先生。伊边头的人哦，大家人拢讲沙样哈，真解脱哦，真沙样。沙样伊失去了哦，伊的薪金变真少哦，剩30%那点。伊失去了伫这个国际公司来做工，伊失去了这个公司真多跩福利，伊失去了伊所读到的这个工程的文凭，伊个是功劳的，还是真优等的学生，哇，欢呼的真沙样哦，大家人拢讲真沙样。特别当时伊是家庭内面
诶，这个咧贪钱哦，唯一咧贪钱嘅人，因为伊嘅妈妈吼也是做迄咯，伊嘅小妹也过伫学堂咧读册，所以是家庭内面唯一咧贪钱嘅人。所以因为安尼，当时伊嘅决定无容易，对伊家庭来讲也是无容易。真侪摆钱变做是一个问题，但是一摆过一摆，上帝按下啊，互伊提醒伊，讲上帝一定会供给。因的需要，所以一摆过一摆，当伊辛苦顺服的时阵，上帝就供给了因的需要。有一摆，当伊咧行路要去 LRT 哦，要去坐车的时阵，上帝就将这个感动刻伫伊的心内。伊讲有真侪人哦，因换工作换头路，是因为啊得到更加高的薪水，但是有的人伊换头路是为着更加高的好调，因为要充实咱的。银行破未配得充实了咱的心的喜乐，所以因为安尼，伊就完全的来顺服。今仔日已经十年后，伊犹原无后悔，伊继续来挖苦，来辛苦上帝。今仔日伊已经看守了，但是伊继续做先生，伫这个学堂个做 Top Touch Academy 来做先生。然后伊的故事哦，你若爱国个知影，关于伊的故事，甲伊所经历着的，你要做第伊的 blog post， the when a teacher writes dot wordpress dot com， 哈，你要做去看，底下你会看到伊的故事。Missionaries to Zaire, Africa， 第一百年啊，庆祝一百周年纪念，讲福音来到 Zaire 诶，这个纪念一百年的时阵。因伫迄个所在就举行一个真大诶庆祝 ，Zaire 就是今仔日个做 the DRC 啊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伫 Zaire 所在啊，因为已经一百年了，福音来到 Zaire。伫因诶庆祝诶时阵，因就提高真侪宣教士哦，就啊为着在非洲诶人失去了因诶生命，为着非洲诶人，因愿意将福音带到遐。伫这个纪念诶庆祝诶时阵，就纪念着遮真侪人。但是伫这个庆祝要了诶时阵哦，伫后面忽然间有一个头毛真白诶老人。伊行到头前吼，伊强调讲，伊需要着分享，伊需要着起来讲话。那无吼，伊有一个秘密，伊若死了就无人会知影。当然，大家人吼，甲无啥爽个，因为真热吼，个伊个名也无伫迄个节目内面吼。到底这个老人要讲啥？这个老人到台顶吼，伊就讲，伊讲其实当遮宣教士来到十一月，一百年前来到十一月时阵。咱的本地的遮领袖哦，无认捌因哈，也毋捌看到世界的遮代志，因也无啥认捌。主耶稣因完全无认捌，所以遮宣教士来的时阵，因带来信息，咱的领袖感觉讲怪怪哦，毋知是真的无，毋知因咧讲的是实的，还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咱遮本地的领袖就做一项代志，因将毒药放伫遮宣教士的水里面。是诶，应该因要该毒死哦，要该毒死，因为安尼遮宣教士诶囡仔甲因诶 baby 哦，一个就死去哦，因为水内面有毒药。当遮领袖看到遮宣教士哦，因知影讲遮宣教士得到真大诶打击，因诶心真正痛，因未了解为虾米上帝会容允这样代志发生，但是过这样代志。就是当因拄着遮，因个囡仔咧一个咧死的时阵，遮宣教士的信心犹原真正刚强，因无离开十一，因犹原踮伫遐。就是因为安尼哦，这个老人讲，因为安尼，阮就开始奇怪哦，到底遮外国人哦，因到底是甚物款的人？因为甚物那个那咧？因的信息到底是偌重要哈？为什么因的囡仔已经死了，因的 baby 已经死了，因犹原搁点呢？因为安尼，伊讲阮就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啊，搁开阮的心来接受遮宣教士所要甲阮讲的话语，就是因为阮看到因怎啊死，所以阮愿意来为主来活。所以讲的真正重要，伊讲是阮看到遮宣教士怎啊的死。阮愿意来接受这个福音的信息。
现在咱来到你啊、哦，你将你的名给你家哈，你无论你是谁啊，你的名，然后下卡你要刻什么哈，到底你要为主做什么工作，真重要。咱就来问咱家己哦，到底你爱你的故事是什么款的？你爱下摆人摕着你的名的时阵，会想着什么呢？你要讲的故事是什么款的？咱要爱跟地上啊的脚步来跟地主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伊讲：恁应该着效法我，亲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恁应该着效法我，亲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伊安尼讲法哦，这段真短的经文内面，其实有真侪真侪意思哦。一个是保罗讲：恁着跟地我，因为我咧跟地主。啊！你着跟地我，因为保罗讲我咧跟地主。第二个做讲，恁着跟地我，正亲像我怎啊跟地主。啊！你着跟我的模范，跟效法我，效法我正亲像我怎啊效法基督一样。啊！是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讲，你看我咧跟地主，所以恁也是着跟地主。啊！效法我，我跟地主，所以恁也是着跟地主。真重要啊！当咱听到遮故事的时阵。当咱看到保罗伊个生活的时阵，可能咱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吼，真侪侪侪信心个影响个故事的时阵，咱就创啥呢？咱就来效法因，正亲像因效法基督一样。重要的是，咱看到因个时阵，咱个眼目就因为因看到主。好，英文叫做 "We look toward them, but not to them." 咱向因来看，但是咱唔是看因，乃是咱向因来看，因为因咧看主，所以咱向因来看，加着因，咱看着主，咱就来跟地，跟地主，加亲像因，跟地主一样。亲像咱咧换车，我唔知你捌换车，伫一个真长嘅 convoy 哦，一等个地一等。你若伫后面哦，你就做双向，你就跟伊伫头前，敢毋是哦？真亲像伊跟伊头前嘅车，所以一等跟一等跟一等，到路尾咱跟着迄个头一等。但是你咧跟时阵哦，你就真注意哦，你咧跟这辆车对无？伊跟人对无？吼，然后到最后，你个跟头前，咱咧跟是对还是唔是？因为咱咧跟重要是因到最后，咱是咧跟上啊。真侪年前哦，一摆阮咧，我咧阮换车咧出山的时阵哦，出边出山的时阵啊，真侪车，迄个要对马尼拉要去啊到苏格的所在，所以一路沿路真侪塞车哦，个真长的路途，阮哩接哩接无接头前的车，是到到路尾咯，到到阮到马尼拉 memorial 咯，到无对的时阵哦，才注意到哎。咱跌唔掉车，一挂唔掉啊！咱跌唔掉人，迄、那个死人唔掉，唔是迄个死人个。相反，咱咧跌的时阵，咱就确定吼，咱所咧跌的人，咱所咧看的模范，咱所咧跌，因是咧跌上啊。因为到最后，咱就确定讲，咱咧跌是掉的猪，是一个国外的猪吼，猛跌唔掉人，咱所咧跌是着跌着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安尼讲哦，伊讲咱既然有犯罪的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着咱，就着放下各项的重担，脱去迄个容易缠咱的罪，尽心吞忍，奔跑迄个徛伫咱前面哈，伫头前的路程，仰望为咱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伊因为迄个摆伫面前的喜乐，就轻看受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那个忍受罪人这样阻挡的，忍着思想，免得忍野心灰心。所以咱要看到因，看到遮威胁咱的遮人因所做，咱看到因的好行为，看到因的模范的时阵，咱就对因看到主，因为咱君地是主耶稣。在这个安尼款的信息里面哦，当咱咧提到遮无相款的人因的见证。这样真艰苦的，也是讲咱无当大家拢提哦。其实有真侪真侪故事啊，甚至顶一摆咱不都讲着咯，咱看到有教会，甚至伫咱马加地福音教会，咱看到真侪真好的模范，有真侪领袖，有真侪会友，因的奉献唔是只拿十分之一，唔是十分之二，甚至有诶十分之五，还是以上，愿意用因所得到的来帮助别个人。我是不听到真侪人吼，因怎啊因圣经本圣经吼，本几六百万本哦，一年几六百万本，
安遐为着主的缘故，将主的福音传开。啊，不听到有人就话帮衬其他的，有需要钱当读册，有需要钱要去手术，甚至有帮衬人帮衬跩退休的牧师，因为因无得通徛哦，为着因先出来互因通徛。重要的是甚物呢？当咱看到跩人的时阵，当咱看到人就话为主来活，互咱了解一项讲，这是有可能的。敢有人按你款的活法吗？答案是有，咱就注意去看，咱就看有。既然有按你款的人，既然有人真是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咱的上帝，搁听主变成就家己，咱上款得到鼓励，咱也是爱按你来做。注意哦，唔通误会哦，我并唔是讲咱按你对大以后未做过宴会了。啊，咱对大以后，大家人就辞职吼，唔通阁做咱的工作了。啊，咱大家都去开养老啊，去养老院也是开孤儿院。好、啊，咱大家人就去厄瓜多尔去做传教士，并唔是安尼。跩人因安尼做，是因为因顺服上帝爱因做。咱呢，上帝爱咱做什么？咱就注意听，咱就敏感上帝对咱的呼召，然后咱愿意甲主讲，主啊，我伫遮，我愿意去做。咱就来了解，就问咱家己，出伫听，听对我的要求是啥物呢？听要求，既然是安尼，我若真是听主听人，我应该就怎啊行呢？当主甲咱讲的时阵，咱愿意甲主讲，我愿意，我伫遮，请切牵我，接着咱的顺服，咱就完成了伊的使命。来，咱来阿头三个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一摆过一摆，你予阮看到犯罪的信徒，犯罪军队主理的人，因愿意放弃因的生命为主理来活。当阮看到因的生活，看到因为你所做的时阵，予阮向因来看，那是重要。阮是看到主，向因，因为真亲像因像我军队主，阮上款需要着顺服，真正来听主听人。主啊，愿你帮助，互阮毋是只那得到提醒，毋是只那得到感动，乃是阮真正愿意去做，愿意将阮对你遐所得到的感受、得到的感动，该活出来，真正该实现出来，是借着安尼，阮才有当脱离的喜悦。借着安尼，阮有通荣耀你；啊，借着安尼，互人看到阮的天父是啥啊？互因也是将荣耀带互你的名。愿你的灵继续对阮讲话，互阮真正将这款的生活，安尼款真特别的生活，给活出来。借着安尼，荣耀你的名。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阿门。